涉停人士消防区孔浩路实施交通离案，本分局侦办情形如下：经查照片地点系小港区孔浩路579号加油站前，本分局贵阳所获知上前后，已联系当事人到场说明，发现当天系双方行车纠纷，其中一方因心生不满恶意逼车，并出言怒骂被害人，经本分局联系到所制作提告刑法304条强制罪笔录，令已锁定并通知嫌疑人张明到案说明后，全案依强制罪嫌函送高雄地检侦办。